Hello， 大家好啊！首先同大家拜年，祝福大家新年吉祥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今次我哋分享一个简单容易，而且唔使用好多油，令到天贝入味又好味嘅方法，仲可以百搭四种唔同嘅食法。天贝系发酵咗嘅黄豆糕，营养高，非常适合素食者。我哋用咗 paprika 呢一种嘅香料嚟到入味，红椒粉系干咗嘅红灯笼椒磨成粉做成嘅香料。呢种香料起源于墨西哥，后来传到去欧洲、西班牙、匈牙利。红椒粉可以分为三大类：甜的、辣的同埋烟熏的。好多人都知道黑胡椒好有营养，红椒粉的营养一啲都唔弱喎。红椒粉维他命 A 的含量是黑胡椒的90倍，维他命 E 的含量是黑胡椒的29倍，而维他命 B 集的含量是黑胡椒的10倍。另外，红椒粉里面的玉米黄素和叶黄素对我们的眼睛都很有益处。
天贝有乜嘢益处？点样整？喺边度买？大家都可以参考翻我哋嘅旧片。多谢大家收看，希望大家能够喺春节嘅期间为自己积多啲嘅福，食多啲素。再次祝福大家喺兔年嘅当中，兔气扬眉，龙马精神。拜拜。